不信 HD 有口皆碑。有怎样的对白？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？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，我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。接下来呢，是我们的风精灵。我是风精灵，穿梭在世界各地每个角落，所有事物也都因我而起舞。最后一位是我们的火精灵。I got a fire, hey, I got a fire, I got a fire, hey, I got a fire. 哎，继续啊！我忘记了。哎，怎么会忘记呢？因为都被火烧掉了。烧掉了。那现在怎么办嘛？我跳给你看。Music。看完了火的燃烧，让我们看看水的流动。流动呢，来看看风的吹拂。吹拂，最后让我们看看土的震动。看完所有惊人表演，是不是觉得很精彩呢？给我一点掌声好不好？其实这些精灵呢，在我们地球上是非常的重要的。看看，像一棵植物要成长，它需要有我们的土壤，也就是我们的土精灵；需要有我们的阳光，也就是我们的火精灵；空气，风精灵；需要水的灌溉，也就是我们的水精灵。我们中华医校呢，常有一句话。一颗种子给它一点水，它便会知道阳光的所在。知道阳光的所在。我们2016呢春展，我们六科七组这辆双语小学部，双语小学部将会在南台湾开出青春艺术的花朵，青春艺术的花朵。我们再一次给中文小语句课的同学们掌声鼓励。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参与我们的赞助计划并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掌握最新影片动态。所有影片版权所有禁止上传中国网站。Thanks for watching. Please participate in our sponsorship program and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.
All video copyrights reserved. Uploading PRC websites is prohibited.